九九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珍爱一切生命，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在文殊菩萨以大慈为首，地藏菩萨九和三以大愿为首，啊，普陀三昧观世音菩萨以大悲为主，四圣能为三昧普贤菩萨以大恨为主。每个菩萨的一生都有他专长，专门以他所证得的，因为这个道理，佛法是通的。还有不同的，沾茶善乐业报经，坚定信菩萨，请佛说，佛叫他请地藏王菩萨说，下半部的义理是一样的，大乘教义都入世，不过当机不同。佛法的形式、语言、表达就不一样了。从本以来，一切境界下没有心计、境界两句空，都达到空也。这才是真正的忏悔，用轮相那个忏悔。前半部是叫方便三教啊，地藏菩萨跟坚定菩萨说，一切诸佛在一切境界下，他不生无明了，因为他不求个名，所以不生无明了，因为不依境界下灭，不生就不灭了，诸法因缘生啊。那因缘生起了，一定因缘灭啊！不生呢，不生就无有灭。你无明的心灭了，无明心都灭了，一切境界相也灭了。你再讲讲，一切诸法以心为本，说心为万法，万法为心。地藏菩萨跟坚定菩萨说到这里头，就跟他说：“说你应该知道，这是对坚定信菩萨说的啊。
一切诸法悉名为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以意来讲，一切诸法的体就是心，一切心就是诸法体。心跟体不异，以这个道理来讲，所以说一切诸法都是心所生的，离开心了没有一切法。如何羡慕这个心呢？一切法现，心为万法，万法为心。那么大家学到佛教的原教的时候，认为啊，佛教的原教非常笼统，就像我说的，胡子眉毛一把抓啊，不分什么叫头发，什么叫胡子都不分了，其实非得非常讲义，是你会学不进去，因为你原教的义理啊，大家看着好笼统啊，因为你的智慧达不到，所以说它笼统。大放广佛华严经，为什么什么经都没有大放广佛华严经量数量之大？要知道大放广佛经是最圆满最干什么的，但是你进入的方法可就太多了，是万法为心，万法为心啊。那心在何处想呢？心为万法，万法为心，你翻过来，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万法。但你明白吗？所以在禅宗的修行，没有其他的三巧方便，知心正念为心，知心正念真如。从我们妄心直接是进入真心，所以再不修行要经过三大劫无量一劫，还得修心，还能就解完了，还要行，行完了才能证，信解行证。禅门不要，禅宗只讲的是禅门一炷香，进入立正菩提，当下就是，能做得到吗？禅禅的不少，开悟的呢，成道的呢，在学教的人，他知道开了悟了，并不是成了道了，还得修啊。当你立生的事业时候，你必须得学啊，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是你只是开了悟，明了心了，认识自己心了，你并没有度生的技巧啊。所以华严经就是你道一位有你立生的方法，每一位有你立生方法，从实信到实住、实行、实会相、实地等觉、妙觉，这已经到了九境了。完了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善财童子参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让他参普贤菩萨。参到弥勒菩萨时候已经等觉了，就到了成佛了。弥勒菩萨又让他回去参文殊师利菩萨，那是根本字。文殊菩萨要他去再参普贤菩萨，善巧方便，立身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那菩萨经过多少大劫，咱们说是三大乘其实那是宗乘教义，华严经是无量无量劫。因为你在一切法上哪一门你不学，你不会，你必须得学。
根本就随物了，但是厚德字不行，在一切法上都叫心，一切法悉名为心。因此说悟了体了就没有差别了，悟了心了就对了，一切法为心嘛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切法都归心摄，心摄一切法，就是容纳一切法。那么一切法还归于心，所以万法为心。完了还有个心生万法呢，这两句话可以颠倒过来颠倒过去，心生万法，万法为心，万法为心才能心生万法，否则心不能生。所以一切法悉名为心，以这个道理，以它的意，它的体是一个了，万法也是这个心的体，所生的万法是这个心，这个心啊成就一些万法，全是心所摄，心外无法，那法外呢也无心，但是这一翻呢，你就掺去吧，里头有含着无量的意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因为一切法都从心起的，所以说心生在种种法生，心生起一切法，一切法跟心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了，不论妄啊善啊那样，反正一切法离不开心。心生善法算是真如体，那心生一切恶法，他有随顺无明了，他有无明为体了。所以诸法跟心是合合的，不是两个，心生种种法生，这是心生，心灭的种种法灭，心与万法共生共灭，心没有，心无，心无。说心无了还有什么住啊？云何住心？没有住，心就根本没有，还住什么心呢？大家可能读过《金刚经》吧？须菩提又请问佛：云何住心？我这心住不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须菩提已经见思惑断的了，大阿罗汉智慧第一，说在《金刚经》他的代表问，或者说是代众生问，翻过来说，他虽然断了见思惑，无明尘沙还没断呢，他心是不住的了，所以他才请问佛：云何住心？云何降伏心？佛告他：一切诸法无所住，也无所降心，心无所住，无所住。那一切诸法都是从心起的，心不住过，一切诸法不住。那一切诸法都是心的外相，心生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心的相，心生起诸法，所以万法为心，万法即是心，心是万法。你这样去想禅，你明心见性了。这是说的啊，不是开悟的啊。所以凡夫能够依着教义所理解的所讲的，与佛齐等，跟佛去听的，但是见思烦恼都没断，
佛呢是一些自证，这是跟佛学来的。寡学会说什么道理呢？不能进入，就不能证得的意思。但你常识这样熏习，渐渐就入了。这个经没有讲，大乘起信论告诉我们的二种熏习，说你经常呢在这法的当中熏习，经常跟大家一起啊学这个法，那渐渐就入了。这叫孟子说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、啊。你乃至黑的了，乃至墨了，你自然就黑了，也是这样子。说你见什么学什么，是吧？有一种是本性具，有一种熏习修，外边熏习你的修。说心跟境界是这样来讲的，因此一切法从心所起的。那他又给心做相，一切法给心做相，一切相又皆是心，心跟诸法合合的。因为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这又共生，共生共灭。一切法生，一切法的境界下，它是心所缘的呀，心缘一切法，原本无心，因心而起的了，它是缘的。这缘什么呢？它不是缘境界，缘一切境界相啊。心本来没生，缘境有；心本无生，缘境有。因为一切缘一切外边境界相，那心就缘境界相去了。因境先心，缘无自性，从什么起的？缘无自性从心起的，那从心起还归于心。所以学佛的人对学原教义，看着佛教所说的言语，佛教导我们的原语全是圆的，你想在哪儿找个棱格找不到的，全是圆的。哪个是头啊，哪个是尾巴呀？没有，圆的。这个要大家思考啊，不是从文字上从语言上听来的，不行。叫心能切若，咱们看起去万法，咱们到百货商店，你到这个台北市里头看着，你的心随着种种样子，百货商店也好，菜市啊，长春菜蔬也好，这你心好像那些都是心生的，所以就解决掉，随心所愿。因此说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但是这个心呢，念念相续，永远不停，能够住持住法。住持住法，给住法住持时候，暂时为有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告诉你，从心所起的一切住法，那叫心里的相分，自己心所起的相分，他一切法给心作相。心的无相啊，不是什么右腔子里那右团心啊，那个心不是的，那心是假的，它是坏的。等你右体消亡了，你那个心也随着消亡了，这是真心的，真心的，这不随相分的，随着相分所起的，给那个心来做相。心怎么想呢？从相来显心，这是这个缘比较是缘一点。相分啊，那心跟见分呢，又合二为一了，
就是亲所缘缘，在佛教的名词上，这个亲所缘缘，就是心跟你见跟你这个相分合成为一，合合而有且相，心与景合，景能显心，心即是景，心生过种种法生，心灭过呢种种法灭，与一切法一相共生共灭。这是随缘意啊，说不要去分别心跟景，它有个什么边界啊，有什么界限呢？没有，没有边界的，是共生共灭的。因为一切境界下随心所缘，所以才说心灭过种种法灭，那心都灭了，心所缘当然灭了，所以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这两个是念念相续，才能住持一切诸法。说万法由心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这个有暂时为有，万法由心生，生起之后暂时为有，它还要灭的了。万法从心生，万法又由心灭啊，心灭过种种法灭。如是我所说的心意啊，有没有形象，有没有能表达？有，有二种相，心本无相。怎么样表达这个心呢？用相来表达，就是怎么样显心这个道理呢？用二种相来表达，有二种相，合者为二，一者心内相，二者心外相。心有内相外相，在大乘起信论讲，这个心真如心，它分二门，一个心真如门，一个心生灭门，一心分二门。那这个在地藏菩萨在占察善那业报经上讲啊，是分内心相外心相，就心内相心外相，就是内心相外心相也分两种。内心相就是不生灭，外心相就是生灭。那这样说法好像心呢在外和在内，要这样想就错误了。内相实非内相，心不在内，外相也非外相，心不在外，非内非外，也非中间。所以为了顾虑一切众生的执着，说地藏菩萨马上就给你解释了，就解释了什么叫身内相，什么叫心外相，一个一个的解释。心内相也分两种，云何为二呢？一者真，二者妄。什么叫心内相啊？有心内的真相，心内的妄相。一个心，一个心所，依着心的离体而起的，这在名词就叫实相，就是咱们前半部所讲的意识境界。这个真呢，骗于内外，骗于心真如，也骗于心生灭。心生灭也是心，心真如也是心，
心内也是心，心外也是心，它的起的作用不同，作用不同。那什么叫真？什么叫妄？所言真者，就解释了。地藏菩萨自己标题自己解释，心体的本相，心体的本相，若如不异，这一相，心的本相，无相的相。如如是不动的意思，不变的意思，不异，如如如跟如是不异的，心体的相是不异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圆满的，是没有障碍的，无障无碍的。人家想见呢，还见不到的。只用义理来理解，微细难见。这个心体呢，骗一切错，它不坏，不变，不异，不一不二，说一不可以，一不是就是两个了，说两个也不可以，不坏不变，长生入世。能生一切法，一切法所依，能够生一切法，一切法都依这个心体的本相，一切法所依。什么相呢？离心缘相，用心缘缘念不到呢，离一切念，念不到的；离一心缘，离一念，究竟它是什么样子？虚空什么样子？这个相叫什么样子？所以当虚空界啊，跟虚空界一样的，常住的，不坏的，不变的，不灭的。因为他能生起一切法，一切法从此生，这叫心生故种种法生，一切法从此灭，心灭故种种法灭，这叫心生灭。心真如无话可说，真如是无言语，离言语相，离言说相，离业相，离企业相，离苦相，什么都没有。心真如，真实不动，如如不动。但是怎么表达呢？那就心生灭，都是一个心，一个心真如，一个生真心生灭。用心生灭来表达心真如，心真如。因为在地藏王菩萨说的时候很简单，这是一部大乘起心论呢、马云菩萨照起心论就是一心二门三大，就是一个心，心真如门，心生灭门，体相用地藏菩萨就料，地藏菩萨讲的就是心的本，心体的本相，就是体相用。我曾讲这个《占刹经》跟《地藏经》，都是《大华严经》一部分呢、大方广华严经，华严经是体会，大是心体。广是心相，方是心相，广是心用，大方广就是自体相用，佛的自体相用。完了说佛，怎么能表现佛大方广？
佛的体相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跟《华经》的意义是一样一样的，同等的。什么是真？心的本相，这每人都有，都具足的，用不上，见不到，还不理解，这个自心不认的自心呢、啊，迷了。怎么能理解呢？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啊，我在大陆常时跟他们讲，中国人民人行是中国人，这个人行就是你的。哪个中国人呢？到行到人行拿到一元钱拿得到啊？拿不到，但人行是你的，只是有你一份。你想有用没有？题是一样的，中国人民银行，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人民的，那人民就是主人，开人行的，你到人行值一块钱也不行啊。咱们这个题，咱们具足的跟诸佛菩萨一样的，咱迷了，没有权，咱自己死掉了，你怎么样有的显现，把你权的显现，心的本体是如如的不异的，权的如是这个法，这一法是不动的，如如不动的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异的清净圆满，没有障，也没有难，微密难见呐、啊。那见到不就成了吗？就是见不到，一点作用没有。说住一切众生与佛无二无别，咱跟众生没有差别。那诸佛的妙用，我一个也没有。能有吗？没有。在诸佛无障无奈，非密微密难见的，一切众是一切处，常识的不变不坏，它能生长一切法，一切法为其所生。这就是觉了，一个觉意含着两种，一个觉一个不觉，都是觉，一个觉意，但是它有一个觉一个不觉，觉者诸佛菩萨，不觉凡夫众生六道众生，同时一个觉，有觉了有不觉了，这个说是属于真者，是说的觉意啊，觉悟了就是诸佛。所以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，这是迷和悟。悟了呢跟诸佛平等平等，迷了呢就是众生，这是真呐、啊，真是不错。妄所言妄者，为其分别觉知缘虑意想等事，随佛相续，能生一切种种境界，而内虚伪无有真实，不可见故。一个前头讲的那一段
是绝，这一段呢可是不绝了。这个不绝的次第很多，不是像这个两句话就把它说了。在马明菩萨造的《大乘经论》，一念不绝生三系，就是三系相，烦恼了，烦恼了，就从无明生出来的。一念不绝呢，就指着无明说的。三系相呢，就是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。但是我们从凡夫要断这个三相的时候，到八地菩萨断现相，九地菩萨断转相，十地菩萨断业相。但你这些要经无量劫了，经无量劫了，这个地方显的也总说了，一个真一个妄。当我们对一切事物一起心动念，一起分别求知，这个问题你不明白，要想求知道，起心动念，这叫起妄，起妄想分别，觉知原意，想觉悟，原念思量，你有这些个事儿了，相续不断，越想越出，越分别越出，乃至于起业，一造业，业就把你吸住了。善业把你善业吸住，恶业把你恶业吸住，凡是一起心动念，这叫起业。这个业就被你拴住了，你就跑不脱了。你要想断了，可难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它越远越出，它不停地造业。造业，等你造了业了，你想再恢复非常难，非常难。说造业容易，但你要忏悔消灭这个业上，那你付出可就十倍，也许百倍、千倍。现在我们要帮我们洗干净，恢复本来的原有清净，因为你多生累劫来呀、啊，积累的业习呀、啊、业障啊，障就障你见那个真如本性的，你要把它刷洗干净，你照不是一天、一年、两年，无量劫，那你洗刷的容易，得看你的力量。就像禅宗的顿超直入立正菩提，那不是正菩提啊，那立正菩提说他把烦恼断了，断了，见到正德还要修，还得慢慢的磨练。上等我们做一件错事儿，那得妄心猛力，马上就做了。赶紧起善心，要想把这个所做的错事究竟转来，那你可付出代价就多了。这跟咱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起心动念造业的时候，越变越粗，越变越粗，乃至从我们的明白了学佛开始。开始说我们一般的佛弟子，你得先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说我自学看很多经论，你不能算佛门弟子，非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得受三皈，这算佛重新皈依佛开始。这个我们一般的从四相上说，皈有佛相，有僧人，有三皈的法，
是从四象讲，从理上讲呢，这个三宝是自性三宝，返本还原。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恢复你自己的自性的佛宝，自性的圣宝，生跟佛，佛跟生，和合就是法。皈依自性的佛法生三宝，在我们一般的说，我只要依着一个师父皈依三宝就入佛门了，这个不行啊。你看我们属出家的师父，但是在家我们居士道友们四众弟子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这四众弟子每天念经开始，或者你拜忏最初一开始都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要么念念皈依三宝，不是那个受三皈皈依三宝，要念念不断的皈依三宝，时时的皈依三宝。你念哪一部经一打开开经一定皈依三宝。如果大家念《华严经》，那《华严》的普贤恒愿品十大愿望，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就这三大愿，皈依三宝就忏悔业障。这三宝是长时的，不是短时间的。为什么？这就叫觉知，这叫觉意。说我们自己的觉意不够，觉的力量不够，又叫三宝的加持。说念念不忘三宝，第一个念三宝消除业障。假使没有很多佛弟子信了佛了，说还招魔，他的佛堂还有磨难，赶脚还有鬼神来，他自己不自觉，你皈依的不真实啊，你并没有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。你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了，哪有这些个磨难呢、啊、鬼神还来得到啊。就你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护法神都在你身边呢，他不是护持你，护持三宝。因为你念念不断三宝，念念得到三宝的护持，怎么会还有鬼神呢？还有我好多佛弟子说鬼不鬼迷住了，他的佛堂有鬼神出现。那就问你自己了，你皈依三宝不真实，起码你表达这么个问题。如果你真实的，怎么会还有这个现象呢？你知道皈依佛有好多护法吗？皈依法有好多护法，皈依僧好多护法吗？心要真，愿就切；心不真，愿不切，三宝的护持力量加持不到你。三宝是普遍加持，是你自己不要三宝加持，你净打妄想。再说不好一点，说深刻一点，欺骗三宝，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想得到的啊。但是能不能减少罪障啊？有没有福报？福报是有啊，但是皈依三宝了，随便你是假的乃至你见个形象的，这个福报是人天福报啊。是财富上，在生活上啊，是这些个。但是你要了道，想要成就，那个皈依三宝是要你的心跟三宝合而为一。
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。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，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2号，服务电话03-989-9319，随喜 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DN。奇妙的善报。家住在偏远乡下的小智成绩优秀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，但录取通知书收到时，他却感觉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贫困的家庭实在没有能力为他支付学费。阿都，你怎么来了？阿都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妈妈去世的早，只有爸爸一个人靠种田供我读书，他身体又不好，我们家里哪有那么多钱供我上大学啊？阿杜，你也认为我不应该去上大学是吧？年轻人，请问你们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池塘啊？是啊，就在那边不远处。你是从都市来的吗？哈哈，是啊，所以对这边不熟悉的。阿都，回来，不要过去。我听说都市里的人都喜欢吃狗肉。哦，哈哈，是有些都市里的人喜欢吃狗肉，不过我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一直认为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。来吃吧，小家伙。年轻人，
不错哦，这可是间明星大学。我就是这所大学的美术老师，等你去报到后可以来找我哦。啊，您说您是这所大学的老师？是啊，年轻人，其实都市里的人也有很多是喜欢狗的，等你到了都市上了大学就知道了。正在专注绘画的那位画家一不留神脚下一滑，一下子跌落进了池塘里。啊，救命救命啊，救我救我啊，救救命啊。阿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阿杜，你是要带我去哪里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不好！小智奋不顾身地将画家从池塘里救了上来，但这件事情很快便被小智抛到了脑后。直到几天后，这位画家带着礼物登门道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有钱人怎么带着那么多东西来小智家里啊？我听说小智曾经救过那个人的命，人家是特意来表示感谢的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小智竟然救了一个有钱人的命，这么说来他家要发达了呀。我真的非常感谢小智，如果当时不是他的话，我可就没命了。如果要感谢，你应该感谢阿都才对，是他看到了你落水，然后才跑过来让我救你的。当然也要感谢阿都了。来，阿都，我也给你带来了礼物。这位先生，请把这些礼物带回去吧。啊，先生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这些礼物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东西你拿回去吧。小智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善心，而不是为了什么礼物。先生，我明白的，难怪小智那么优秀，能考取明星大学，这跟您的教育密不可分啊。你说什么？小智考取了明星大学？小智，你真的考取了明星大学？为什么不和我说呀？爸，我不想去读书了，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供我读书啊。小智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。先生，我就在小智考取的学校任教，就让我来资助他上学吧。啊，你说你是小智考取到那间大学的老师？嗯，是的，小智读大学这几年开销就交给我吧。老师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呀。应该说感谢的是我，你怎么倒谢起我来了？哈哈哈哈。不，你能资助小智是我们的福气。哈哈哈，不会的啦，他们俩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我们家什么都没有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啊？要不你们把阿都送给我吧，以后我外出写生的时候也有个伴儿。阿都，你喜欢老师吗？看来阿都很认可你啊。好吧，看来以后小智和阿都都得由你来费心照顾了。就这样，小智顺利地来到了大学，在那位画家的资助下，他在那里用功苦读，四年学业完成后便留在了都市找了份工作。平时他还加入了志工的行列，只要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就会有他的身影。小智，这周你还会去养老院帮忙吗？会啊，你们和我一起去吧，那里的老人很需要我们协助的。小智，你的心肠可真好啊。从小我父亲就教育我说，做人一定要善良，只要行善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。人人都说善恶有报，小智，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要不是我救了那位画家，我也不会有机会来这里上学，所以说行善终是会得到善报的。我听说过，你曾经救过我们学校的那位画家王教授，所以他才资助你上大学。小智，真是这样的吗？
没错，正是王教授帮助我完成了学业。好久没看到他了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。他总是到处写生，听说最近刚去了四川，而且还带着那只名叫阿都的狗。是吗？看来他真的蛮喜欢阿都的。你们知道吗？阿都原本是我家的狗，我上大学之前送给王教授了。据刚刚传来的消息，四川发生了强烈地震，很多游客受到惊吓，天井饭店倒塌严重，很多人被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。你们刚才说王教授去哪里写生了？就是四川，而且他说他会住在天井饭店。走，那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得去那里协助帮忙。哪里需要帮助就去哪里，这是义工的宗旨，更何况在那里还有资助过他的王老师。请问你知道天井饭店在哪里吗？这里就是之前的天井饭店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，很多人都被埋在里面。啊，那里面的人全部都救出来了没有？哪里能都救出来啊，目前只救出了十几个人，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，我看剩下的凶多吉少啊。这里有一位幸存者，你们快过来帮忙啊。先生，你可真是幸运啊，在废墟里掩埋了两天竟然毫发无损。先生，你有没有在饭店里看到一位画家呀？他是不是姓王啊？身边还有一只叫阿都的狗。对啊对啊，他在哪里呀？他被掩埋在废墟里了，他的房间在底层，生存下来的机会不高，可能已经遇难了吧。不会的，他是好人，好人终是会得到好报的，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小智加入了搜寻幸存者的队伍，随着一位又一位的幸存者被拯救出来，他又看到了希望。王教授，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快来人啊，这里埋着一个人。希望是王教授，希望是他。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最近发现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了。是啊，救援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，被掩埋在废墟下活下去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。不，他不会有事的，我知道他一定会活着的。王教授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年轻人，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你应该面对现实，那位王教授很可能已经遭遇不幸了。啊，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嗯，哪里有什么声音？你仔细听，这声音好像是从下面传来的。哦，我听到了，是狗叫声，这下面埋了一只狗。这是阿都的声音，我听得出来，我们得赶快救他。随着一步步深入的挖掘，狗叫声越来越清晰。当一块楼板被掀开后，阿都和那位画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王教授，阿都，快叫救护车，他还有呼吸。画家王教授被送到医院后没多久便苏醒过来。小智，真是谢谢你啊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王教授，其实这次救你的还是阿都，如果不是他叫个不停，我们哪里能找到你们啊。是啊，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们帮助别人也就是在帮助自己，正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啊。